和大叔分手？不是，我们只是要异地了。异地分手的概率有90%，更何况他年薪几百万，长得又帅，放他出去肯定招蜂引蝶。你这样分手的概率几乎100%。我才不怕呢。到机场还有段距离，你放心休息吧。你快开车吧。我不怕他面对诱惑，我只是怕我舍不得他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赶飞机不要踩点。现在好了，估计了吧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明天早上还要开会。还愣着干嘛？上车。哦。到了。哇，你开得好稳啊。是我们的车稳。那你要不要找个酒店先休息一下？没事，我就在车上休息会，等你忙完了我再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辛苦你了。我舍不得眼里全是我的他。今天是纪念日，你居然放我鸽子。我这不是突然加班走不开吗？那也不能只吃个饭团啊。这儿走。哇，你是怎么弄的呀？纪念日快乐。你呢，好好吃饭，工作我来做。你真好。我舍不得比我更在乎我身体的他。喂妈，立冬让我下周去他们家过年。去吧，我马上要订婚了，快去他家好表现啊。我过年就见不到你们了。十七，今年终于可以在一起过年了。知道你想爸妈，所以就把他们接过来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当然要一起过年了。多亏了李东，我们也能坐上这么豪华舒服的车。这车是凯迪拉克 XT6， 都是真皮的，舒服吧？哎，真有档次啊！你看这第二排空间也够大。阿姨，这中间有杯架，保温杯放里面就行。哦，这，亲家，我敢说，这是我们坐过的最舒服的三排后座了。妈，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那个 USB 口可以插充电线。亲家吗？那咱们还不赶快把他们的婚期给定下来，等他们有了小孩，这辆车也完全够。哎，好，我都计划好了，今年过年就去你上次说的那个露营地度假。我舍不得把我当成一家人的他。到机场了。但再舍不得也要说再见了。就到这儿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哨子被我加了魔法，你想我的时候呢，吹一下我就出现了。都是骗小孩的，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我真走了。照顾好自己。我不走啊，我觉得你需要我。如果你不开心，赚钱还有什么用？不行，我不可以这么自私。傻孩子，我对你好，让你养成了依赖我的习惯，不是为了离开你让你难过的。我保证，这辈子都会对你的这份依赖负责的。走吧，回家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。这一路一直是我们。